我们这小姐姐。在300公尺处，向左转。小姐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玻璃屋在哪里？玻璃屋，底下这一条十字路口，右转，右转之后，右转的第，就是那一条，你会看到有一个大路，那一条大路，你左转，左转，先右转，然后看到大路再左转。现在那个男生骑到那边，你等一下。反正就这个路口，十字路口你就右转，右转到你会经过一个17线，对，台十七线，然后你经过台十七线之后，你左转，经过了再左转，对，左转之后的第二个红绿灯，右转，好，在那一边那个方向就对了。奇怪，我 Google 怎么跑到这边来呢？不准哈。你要查那个台湾玻璃屋，台湾玻璃屋才对哦，玻璃管才对哦。啊，我问了人家说拿这个单子，他说一样的啊。感觉你好像查错地址哎，应该不是哦，有好几栋地方吗？是错的。啊，他讲这里已经到了，到达目的地啦。是应该查地啦。是应该查的是错的。错的。台湾玻璃馆。你们还可以去那个缎带王那边。缎带王在哪里？缎带王也是在附近而已，还蛮漂亮的。哦，是哦。缎带王，对，这里。这里有。对，地址。啊，等一下，跟着他走就好了。台湾玻璃馆啊，他现在这个讲的应该是没有错吧？这个位置现在是对。那我就自信吗？谢谢哈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往南。我讲名吗？你赶快来，伊马公。向右转。600公尺，就是伊拄仔去地方面，去掉啦，去掉啦，去掉。赶快拿玻璃管，伊嘛是伊嘛拍安尼落去啊。嘿啊，安内无赶快，你怪输咧，所以咱网络上哦。向右转。绝对叫你个。我甲你讲，你的目的地到，你要甲你单调咧。单调你，单调，你莫甲用来单调。气死啦！莫甲。甲你讲安尼，你搁甲我报甲好势。赶快过去绿草路，哎，拄啊嘛是等你绿草路来呢。无啦，你等下照伊过去啦，对吧？过去啦，咱即马照伊过在十七线过才左转啦。即马啊照伊，拄个小姐甲恁讲安尼。拄个小姐则成阿弥咧，大汉走紧，要讲。哎。我那拄嘛有经过绿草路，我拽对无？我就讲直接写过，直接写啊，来直接出。哇，这边没有像没有条件。对啦，就是嘛，就是。太大了吼。对，未使见识个吧？哦，这个看一旁。哎呀。那条就台十七线。对啊，大条就台十七线。左转啊。过。左转。过这才转呢。无，就这个台十七线左转。不是哦，印度人伊讲，我过台啊。无啦，看到台十七线左转啦。左转左转。没啦，是这左转啦。你这里就各行啊来啊，你就。对啊，这对啊，伊时间到啊，这就十公尺。可以没有。我骑的多了。在200公尺处，回靠右走。加的路牌啊。啊，对大条路咧去啦，哎，对咱经过迄大条路咧去，算大个岔路啦。讲话骑啦，啊，我讲人正面讲话骑。台湾玻璃，你看，台湾玻璃馆啦，你看。而且那别个拢无爱下，干那到位才咧下，你是到位下。咱对面来都无看到啊。回靠右走。到为虾米？啊，佮缎带观光工厂，伊讲同款对迄个方向。缎带观光工厂。系啊。今天拄仔敢有经过啊？直接来啊！直接来！我等下要对话，这是正面讲的市啊，爱就甲咱带讲，莫直直行，伊又叫咱换啦。是啊。啊，佮讲公布滴滴搞啊，对无？系啊，佮甲你公布滴滴搞，无看物件，佮公布滴滴搞。可以有哩啊。嗯。哦，对对，正市哩，根本就无可能路呢。你看迄个，你看迄路数。
我路线头前有人咧过路。我甲你看，我甲你看车。你边有看吗？有，拢无车无人，干那边啊一台脚踏车呢。是十二路，十二路会撞出来，路下当然无人无车。十二路向拄差拄是一台过啊。没有，这里没有。我们这头这真严重，警察。您刚有一个噪音啊，出车讲就是去后头骑一下，看无车啦。看无啊。钱后头我都得金的啊，啊个雾气头前嘛拢雾的啊。有我这个方面。正来的时阵嘛拢安尼。头前红绿灯。有车在走，我就看到，我咧往手早了看到。我感觉这个麦哦，看较有，这个麦哦。这个啊。这个麦哦。看较有。虽然钱，但是看好。嘿，特别叫。嘿，我拄仔就是看这，因为伊个个本来当，因为我当当当当手表嘞，当手表个。都会闪光啦，停了停了，我讲真。你这来挂号的怎么定？我日头掉个在光光，我就看日头个，等得有那个黄那个太阳，你那么惊？哎，绿灯嘞，看无啦，日头钱看无啦。下面不看。叫你乌去无？无。哈？无。啊，你搁派去咯？无，啊我咧，我靠乌。你嘛无啥乌呢？啊那安尼？啊，伊这毋是大日头啊？啊，毋是这着光头第一吗？无啦，毋是大日头对。这伊还蛮搁无大日头。这毋是安尼，只是那个在太阳底下，咱搁经过咱这个玻璃，可能。咁安尼？你出来都会乌啊？出来哪会乌？你好好看看，毋是无好去了吗？林刚拿那锅刀去甲刺者。系啊，我奈看了鱼头，奈还阁袂。奈伊唔乌。奈无看乌乌，敢若无啥效呢？佫甲加强。伊跟着红外线佫用咯。啊。佫红啊。加强。在400公尺处，继续直行。你高速，高速啥？高速公路。快速大路呢？继续执行啊！意思没关。你讲高速公路，快速大路。快速大路。高速公路我边个？啊这二高呢？这二高呢？二高是西滨快速大路。西滨快速大路，二高就更大条了，我这水平，二高太宽。哦，我叫早嘞。嗯。好，小早嘞。西边快速道路。我讲过另外迄个景点啥物名？缎带工厂啊，港湾这方向，伊讲在旁边而已啊。嗯，不应该礼拜你敢有？礼拜工厂哦。对啊，钢厂嘞。但是观光工厂就无讲，观光工厂就无。啊，无应该甲恁讲，顺便到。观光工厂就是要观光，应该是无去。对啊，你这过啊，我落桥了，安尼快速道路了，靠左。无我嘛吼。啊，只是靠左而已啦吼。再去啦。再去有晒啦吗？啊，这个是叫咱是阿无。哦。如果可以的话。哎呀，得这样。对啊，我们来讲张明公的戏来对啊，对啊，都遐都唔是张明公的戏啊。岔路处继续靠左。白兰寺嘛。对啊，
玻璃板哟。直走路。哎，直走。继续靠左。有啦，有啦，有啊哈。啊，四间嘞。哎，那个缎带白兰氏。我不知道。哎。嗯，以前都唔加。你要等多晚啦？我要等多短灯哦，啊，多短灯唔多，遐等你得多遐多块咧。哎，你见我试试啊？但是穿拢袂用戴个啊。岔路处继续靠左。不闹不受那个试炼。我咱即马算坐较过啦，爱日头走即边过啦吼。啊。多活一点啊吼。看我价钱。以前我咱爱跟我甲停落好啊，我讲迄种就卖，我伊在细细念。真差。都唔对，甲念嘛唔对。是啊，你看咱电梯伊嘛写。伊嘛拍那个。伊嘛拍台湾玻璃管啊。对啊，啊咱了去那唔对。怪事嘞，想无吼，字嘛拍反款。咁咪内底咱就对呾字，伊共款嘛，迄种共款图嘛出来啊，共款嘛继续啊，开始啊。啊，是哪？我叫人我唔着兵，佮人讲目的地甲到了，无你啊讲回，个人佮回转，佮回转就是咱无共款，叫人话咱无共款，对无？啊，咱照伊行路啊，对无？我甲你讲到，目的地在左边。一天查对了，搁查只航空，我对左边。在百公尺处，向左转。啊，500公尺处。我已经讲，已经沿途真大机呢，都变成光屏啦。这都无看沿途。玻璃啊，玻璃管啊。这是玻璃屋啊。哎呀，玻璃工厂嘛。你看。台湾玻璃工厂哦。哎呀。哦，钢筋那大机，沿途爱向那大机哦。哦，伊温度。玻璃嘛爱烧啊。伊温度真悬啦吼，爱烧2000多嘞呢，玻璃温度讲2000多。啊，玻璃屋就是伊工厂内底啊。对啊。嗯啊，伊台玻唔是伫新店吗？那是伫中华。新竹玻璃，台玻是伫中华。啊，这毋是新竹玻璃啊？那毋是台湾玻璃哦，佮是新竹玻璃，两间啦，这两间是两大工厂啦。啊，一间是啥物玻璃？台湾啦。哦，台湾玻璃。台玻。这台湾玻璃，啊，佮一间新竹玻璃哦。对。哦。那亲家就是台湾玻璃。亲家伫遮上班啊？台北分公司啊，伊负责即马负责上海的啊，唔知还佫去台中，啊你也唔多转。我咧行啦，左转灯无，啊你嘛在遮咧等哦。我再袂记得讲讲。等我一个左转灯。在百公尺处，向右转。右转。唔知使坐，啊坐唔知会当转。今仔日无风无雨，袂错。人白鸡倒咧行，你遐细鸡倒咧行。咱今仔看，迄人个规抓拢，拄仔咱伫个住下迄房间看着，毋是规排，人迄倒咧行。伊排鸡。好，台湾玻璃馆右向右转。下一个，钢铁底下呢？
工厂里，哎，这是工厂，咱不是买工厂，咱要看伊在展览的啊。我看是做伫工厂内底啊。不是啦，伊做伫迄，就是要用看的遐啊。固定嘛一只就对啊，伊固定嘛一只地基的就对啊。工业区拢差不多同款吼，五股的嘛像安尼。啊，搁咱去迄个。啊，这较大啦。啊。这逐间拢做瓜片的，哦、较大间啦。宜兰的嘛是安尼吼。嘿啊，迄较细间啦，地较细啦。我去较细，经济较大啦，滴场所拢较大啦，占地拢较大啦，嘿啦。滴每一间你看，占地拢较大，较大平你无看。这路边拢较大平，对。这路这个是什么呢？向左转。这个。玻璃罐。是蓝色玻璃罐。蓝色的。左转。对。呀啦，他怎么样？还得接。好的。那个印象奖金。哦，他今天不能来这波，我一跑了，不等下。今天我还坐在电风里吼，我来看电脑。看地图，地图嘛歹看了嘛。清水里咱袂晓看方向吼。进来也不难的，现在一个暗。啊，都行哩，本来就暗啊，本来就差不多暗啊。向右转，然后向左转。嘿，咱是这间，这个高楼不过向右转，向左转。这啊，这是庙啊。啊，对啊。这直接个就对啊。大家在停啊，对啊。小客车停车场，这个庙啊，大客车向左转，庙在这呢，向右转，看无，这一间，对啊，好，我查，这个向左转，向右转，啊，一辆真的停在遐，真的停在遐，嘛不是一辆啦，迄个什么人来？阿明，来，就这名，刚是停在遐，对不？这才停哦，大家都在停，袂会，大家都在停。够，好。拄够。再弄，再停一下。